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大型音乐季播节目《星光大道》超级版。欢迎各位，欢迎你们，谢谢大家。本栏目由云南白药气血康独家冠名播出，气血足，身体好，气血康，人健康。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星光大道》超级版的第七场，还是一场很残酷的淘汰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位优秀的竞唱歌手将在这里激烈比拼，深情歌唱，但是今晚会有一位遗憾离场，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没错，加油加油。在上一场比赛中，贝贝遗憾被淘汰，今天我们将迎来一场新的淘汰赛，同时收获一位五位歌手。在本场比赛中，选手将按照上一场的比赛名次分为单数队和双数队，部位歌手将作为双数队替补出场，八位选手将依次进行演唱，演唱完毕后将按照现场观众每人一票，媒体嘉宾每人十票，嘉宾评委每人二十票，来为选手投票，最终决定选手的排位。看过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上一期的补位歌手贝贝，但是非常非常遗憾，在当期他遗憾离开，让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补位歌手，给大家事先透露一点点，是我们星光大道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歌者。对，他就是我懂，那他就是星光大道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对，他将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进行挑战。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为各位介绍一下本场的各位评委。来，首先为您介绍非常优秀的一位音乐人郭峰，欢迎你郭峰。这位是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同行节目主持人方琼，欢迎。这位是我们的最爱，一直陪伴我们的小琼老师，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期我们有一个特别浪漫的主题，那就是爱情。哎呀，说到爱情，人人都向往美好的爱情，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爱情金曲。那您的那首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一位竞唱歌手，掌声有请。那个各位兄弟姐妹，我要出场了。你第一个，加油。我觉得爱情现在就是父母的那一辈跟我们这一辈其实是不一样的，相濡以沫的感情吧。我觉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哇哦，女神级的来跟我要电话的话，我说哎，这是我的电话。我就直接跪在她面前，然后说这是我的电话。很工整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说这是我的电话给您。更喜欢就是不要太强势的女孩，小鸟依人一点。对，我们都在期待一个相濡以沫的爱情。爱是怀疑，陈奕迅的歌编曲一出来，我兴奋的不行了，可能大家都记得那个鬼舞的那个动作。对，他就用了这个的开头，然后致敬我的 Michael Jackson。
说出来，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种种意外，若能够明白，那生存意义何在？若能推猜这一切的未来，我干脆辞掉工作买大菜。Because I今天还是挺爽的，我完全没有尝试过这种风格的改编。一直很喜欢Michael Jackson， 但是我没有在台上尝试过任何他曲风风格下面的编曲，那这是第一次，很开心自己又突破了。我喜欢这首《爱是怀疑》的全新编曲。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我喜欢你的说唱。哦，是吗？嗯、哦，厉害。刚才说的是，虽然我一句没听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我刚刚唱的第一段是。怪这么奇怪是中文，然后到最后那个加快版本是藏语。哦，怪不得。小学吗？厉害厉害了，能轻说两句吗？对对对，这你清唱，你再来一下。其实特别简单，是这样的。Daddy not gamma ya sound the tone not gamma tone chone tone this is why I get to don't jazz with but not jazz show jazz jazz not jazz show jazz the pencil top of the show。麻烦你方琼翻译一下。跟上一段说的是一样的。今天，嘉熙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请步入第二现场，加油！谢谢大家，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昨天他在问我，他说：“哎，要不你教我两个动作，我到时候上台的时候用。”我说：“行。”我就很认真的教他，他真的是太可爱了，花了一天的时间练舞蹈。这还是。气血不足就喝气血康，气血足身体好。本栏目由云南白药气血康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唱歌手。到我了，到我了，该我了，该我了，叔叔加油，加油，加油。有请三号女嘉宾。我叫蒋敏荣，成都歌手，爱好男娃子。很正，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大龄待嫁的女青年，身边结婚的朋友真的是挺多的，我想早一点结婚，早一点生小孩。我谈过一次很深刻的恋爱，哦，那时候我太勇敢了，去新疆罗布泊的时候背了有个二三十斤的行李包，然后特别想去见到他，就直接冲到 KTV 去了。我希望你是踏着七彩云来接我的，我会像紫霞仙子一样，乖乖地跟你走，唱一辈子歌给你听。月牙
下电话号码，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听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也太早放弃他，把过去全说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想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全忘了吧？找一个承认失眠的方法，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假，让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请在记忆里画一个叉。爱没有，恨没有，抓不来，甩不掉，没有一个是天使，尽管我分图纸，残酷的天地一直笑蚂蚁，没有叹息权利。爱没有，心情好好的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然后我觉得爱情就是大家都会谈的事儿，所以我一定得唱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对，就是这个初衷嘛。然后为什么选择十字街头，是为了戏剧化一些，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比较平，那我觉得十字街头它又比较富有戏剧性，所以想把两者结合一下，然后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舞台。谢谢江映蓉，谢谢，千娇百媚，没错没错。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改编得也很好，里边借鉴了很多这个如果爱舞台剧的感觉、啊、而且说实话，你今天的这种造型也是在整个我们这一季星光大道超级版我最喜欢的造型。哦，是吗？因为你终于变回了我们中国女人。一开始你的音准就没有弄明白，快板的前面我觉得几乎是在游离当中，他其实他的主要的强项是跳，对，但今天全部放在好好的去听他唱歌，我就觉得很难受，就他因为他不是唱慢歌的那个强项的歌手，有的时候在这样的场合下面大家的能力都一样，嗯，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哪一首歌是真正的把你最强项的那个能力能够提升出来。
我必须要说，江映蓉不是一个为了参加比赛在舞台上唱唱跳跳的女歌手，她是我十年来在内地乐坛女歌手看到的唯一一个从2009年比赛完了第一张专辑一直到今天一直在坚持舞曲、在坚持唱跳这件事的女歌手。华语乐坛这件事情很难，华语乐坛十年来男歌手坚持这件事的一只手数得过来，女歌手一个手指头就数得过来，就是江映蓉。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江映蓉一直在坚持。没有，其实只是觉得，坚持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也很感恩我身边所有陪着我的人，一路都陪着我的，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然后，我真的很爱唱歌。然后，今天郭老师说。那个，等一下。但是有的时候舞台就是舞台，舞台原本就是残酷的，赛制就是淘汰赛。但我相信映蓉一定会留在这个舞台上，加油，映蓉，坚强一点。来吧。第二现场的兄弟姐妹们在等着你，请步入第二现场，加油，映蓉，加油，你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因为小强哥他很了解我的内心，他就想说一直坚持着这个唱歌跳舞，这个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困难和险境的，一路坚持过来，再加上今天又讲爱情。人家又没有男朋友，然后就心酸一下。对，是 music。笨笨，气血不足就喝气血康，气血足身体好。本节目由云南白药气血康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进场歌手。King Yo Kerr Fighter。我第一次见我女朋友的时候，我在韩国演出，有一次我们分开了很长时间，你生日的时候特别想给你送一个生日礼物，纠结了半天，我就给你写过一首歌，就叫《兰花指》。上西郊你的兰花指，这次选的《一副又》这首歌就是你帮我选的歌曲，然后你也是 Big Bang 的忠实粉丝，希望我唱完这首歌，你重新变回我的粉丝。그대는
今天我唱这首歌的心情就是比较轻松，比较放松，所有的压力都放下来。我觉得这首歌已经旋律在里面，然后一定要把这首歌就是唱得不能再细了，就是好好的，比如音准也好，节奏也好，把控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If you 是 Big BangBig Bang 的一首代表作品。其实这首歌是我女朋友给我选的歌曲。哦。承认公开恋情啊，真的。然后我今天唱这首歌就给她一个礼物。啊，要是有个人跟我也唱，我就浪漫死了。来，步入第二现场，加油。今天我从开始的时候就是音准稍微有了抖，有了问题，然后音响方面也有小小的瑕疵，后面我觉得发挥的还可以。我标准吗？唱的有标准吗？有八八八。咋的？咋的？好棒，好棒。本节目指定用水是由我的选择景田纯净水独家提供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进唱歌手。加油，加油，爸爸，爸爸加油。舌战呐，叫多累多。比较喜欢看韩剧，七号房的礼物特别感动。平时就喜欢运动，跑步、快走、打羽毛球，我们着了魔似的。他愿意逛街，我替你说了。爱的箴言是我那个提出来的，然后我们也讨论了好久。我先开始，爱是欢笑，恋是。到真正的站在舞台上去排练的时候，那个眼泪就忍不住就想往下流。一直我们俩也是确实在努力，想把这歌都唱得更好。
我假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将你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我是边哽咽边唱着，边把这首歌完成的，因为这首歌能让人联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跨年代的一首歌。哎呀，兄弟，是把自己唱哭了是吗？怎么了？你也知道今天不哭不行。不，我觉得是发自于内心。我站在他身边，我觉得王旭浑身都在颤抖，是怎么了？想起什么事儿了吗？秘密，秘密，懂。这个不能说。那咱们问刘刚，刘刚的估计是能说。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里想的是谁？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以前最早的时候，在地铁唱歌那几年，
然后挺逗故事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唱这个《爱的箴言》的时候，然后唱过很多人，然后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女生坐在我旁边痛哭流涕，给我吓一跳，我还以为她怎么了，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刚刚分手，然后那个心里特别难过，然后那个听到这首歌以后，她觉得什么一切都可以放下了，她把她自己付出的都付出了，她觉得值了。爸爸，来吧，请步入第二现场，加油！这个唱的是爱，要是父子的隔空对话，也就是父跟子两代的爱。来了，好啊！我有那么老吗？本节目指定用水是由我的选择景田纯净水独家提供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进唱歌手。谁？老妹，哥哥。第一次接触爱情是在23岁，有一次他就知道我的 MSN 号就加我了，所以从那个晚上开始，他就每天晚上他下班之后就是约好时间就跟我聊天，但是我不管是干什么他真的是义不容辞，所以我觉得现在回味起来也是蛮值得去珍惜这份感情。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梁祝》，看了5次哭得泪盈眶，然后后来我就想有没有跟梁祝差不多类似的那种，就发现了徐佳莹的这个身骑白马，看完这个歌词之后我就断定我要唱这首歌。
今天我唱的这首《身骑白马》这首歌呢，不单纯是一个小情歌，它里面有那个身骑白马歌仔戏的一个片段，它有一种画面感。刚才这段呈现好惊艳啊，很震撼。对，谢谢大家。我特别想问问小虫，在上一期你觉得他唱得特别好，但是对他的造型提出一些建议，你觉得今天他会不会好紧张，给你满意的答案。今天他一走下台的时候，我说哇，就是这个范儿啊。就要的是这个范儿。就是要这个范儿。就是这个范儿。谢谢，祝贺你。啊，美儿放心了，我成功了，加油。谢谢，步入第二现场。这歌真的很难唱，昨天晚上也是又是练到凌晨四点，就真的快抽筋了。就变呀，白眉呀，走三光，我爸妈送你呀，就光这块我就在家里就一直就这么练，然后最后就练的都没知觉了，知道吗？哇哦！棒的，谢谢。气血不足就喝气血康，气血足身体好。本节目是由云南白药气血康独家冠名播出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进唱歌手。加油！爸爸平时特别疼我，他是唯一工作者，不仅在家的时候，他就不管晚上几点回家，每天早上都会起来给我做早饭，然后让我吃完饭以后再去上学。我爸爸是2008年去世的，后来上了大学以后，爸爸那时候就生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放弃上更大舞台的这种梦想。他就觉得是因为他的原因我没有留在北京。我一直想跟我爸说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没机会了。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注视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
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我会这么难过，是因为我对爸爸有亏欠，因为我爸爸生病走了，是肝癌，医药费很高，我都一直在外边挣医药费给爸爸治病嘛，我没有看到他最后一眼。我需要平复一下，我现在没有心情采访他，因为他把我唱哭了。而且这首歌也应该是向我们的评委小虫致敬的一首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先听评委小虫你的感受。这个故事其实我在很多采访里面我曾经说过，虽然看似是一首非常有爱情故事的歌曲，事实上我是在写父亲。不哭不哭不哭哦。今天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要把每一段都弄成这样？哎呀，那今天子怡唱这首歌真的是，其实我跟朱迅一样，在后半段的时候我已经被子怡给心情上面的当时的纠结给喊出来了。那
我刚才在强忍这个情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家里的事，不应该拿在公共平台里面去说，都是朱迅你啦。其实我为什么会特别的感动，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越爱这个人，当你失去的时候你越会难过。我之所以难过也是因为是这个，因为子怡唱这首歌之前跑过来跟我说，这是一首唱给父亲的歌。子怡唱到后半段，当他喊出来的时候，我想如果你是曾经失去过亲人，你在心底里都这样喊过，我觉得爱就是这样，有哭有笑，没关系，因为有爱可以大胆地往前走。来，步入第二现场。谢谢。就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哎呀，那歌词简直是太神了，握着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我当时就不行了，然后我就在舞台上，我就一个劲儿的往回憋，一个劲儿的往回憋，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千万不能哭出来。但今天迅姐往台上一走，她的大眼睛，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水汪汪的，然后她说：“亲爱的，我不行了，已经哭得不行。”她这一说，我当时就泪崩了。今天我天哪，没憋回去。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进场歌手。我是来自韩国的歌手金동준。네저도드라마와영화등여러작품에출연했었습니다저는중국에서상해광저우하이난하얼빈홍콩대만등많은도시들을가봤는데요我喜欢王力宏，当时很难。네이번경연주제인사랑에관한곡을준비하면서이전과는조금다른느낌을여러분들께보여드리려고노력했습니다로맨스드라마도촬영해봤지만제감정을제대로전달할수있을지조금걱정이되기도하지만요어디까지나이번곡은발라드곡이기때문에사랑에대한감정을꼭여러분들께전달해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每天黏住你的笑容，
오늘 컨셉은 결혼식입니다. 어린 신랑처럼 보이고 싶었어요. 그래서 이렇게 파란 옷을 입었는데 외형적으로는 굉장히 오늘 만족합니다. 진흥준, 比如说遇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子的话，你会如何表达？ 전 이런 방식을 씁니다. 상대방과 눈을 마주치면은 호감을 느낀다는 글을 봐서 제가 이렇게 합니다. 在哪里？就喜欢一个人的话，他的方式就是一直看对方的眼睛。那你们家电视机里边哪个人你都得喜欢，但是哎，朱迅，他其实他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说有一种统计啊，说男女之间如果对视15秒钟，就有可能爱上对方，要不咱们现场让他跟朱迅试试，是吧？哎，你说15秒就能爱上是吗？对。如果有感觉的话，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如果没有感觉，我跟姐夫解释15秒。哦，对对对对，对吗？哎，你这怎么15秒？你到底15秒没开始？那你先别提前做准备，来，嗯，3、2、1，你看他 没让你唱，让你看。再近一点，朱迅别躲。现在有5秒钟了，6、7，我爱你，我爱你。
朱迅有点扛不住了，是吧？朱迅，你的眼睛背叛了他。当然，刚才金童剧他真的是那种小男生，他会有那种就是小男生放电他会想扎到你的眼睛里的那种感觉，就像他的音乐一样，直直的扎进你的心里。谢谢大家，武松哥。好的，欢迎听。加油，步入第二现场，加油。긴장했어요정말이렇게여성분의눈을15초동안바라보는게너무오랜만이었어요저는굉장히아름다운눈빛을발산하고있다고생각했는데너무동생처럼쳐다봐주시더라고요아닌가그런척하는건가아유 Forever love are you 朋友本节目指定用水由我的选择景田纯净水独家提供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补位歌手补位歌手大家都知道实力强大他究竟是谁呢让我们欢迎石头我是2010年的时候星光大道年赛的第三名我叫石头变化嘛生活越来越好我觉得越来越幸福我的儿子今年快6岁了他就听我话其他人的话不听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过那么多感情经历的人就是初恋一直到现在所以爱情对我来讲就是简单吧其实没什么特殊的原因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爱情的味道九儿为了引开鬼子然后在高粱地里面明知必死然后唱的这首歌所以很震撼那一刻我希望着能用一个很平和的语气把这首歌用故事的方式告诉给大家星光大道我回来了送你去远方
方。哇，太棒了，太棒了，太高了，哇！其实九儿这首歌，不论是结合电视连续剧啊，还是它歌词的本身，这首歌很奇怪，它只有四句，但是，这四句我觉得，把我心中的那份爱情其实描述得很全面、很具体了已经。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理解里，爱情就是简单的、粗暴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爱情主题，你唱九儿。而且石头的这段爱情我觉得是可以拿出来说的，绝对是满满的正能量。谢谢谢谢。上次上星光大道的时候是不是大儿子出生的？那个时候我的老婆怀孕，然后这次也挺好玩的，这次我的二宝宝明天就要出生了。哦、谢谢祝贺呀。谢谢谢谢。那这次我之所以又一次登上这个舞台呢，那也是想告诉我的第二个孩子，爸爸什么都不怕，我来了。嗯，这是你送给即将出生的宝宝的一份最好的礼物。最后我要说，今天你加油，明天你太太加油。谢谢谢谢谢谢，一起加油。这个谢谢谢谢谢谢。嗯，好的，来，请步入第二现场。谢谢。今天的八位进场歌手都完成了自己的部分，那接下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该到您做评判的时候了，你们只能选出一位你们最爱的选手进行投票。我这一期我特别爽，我下去了我也心甘情愿。接下来请投票。又到了公布结果的时候了，在此之前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参与到新浪微博星光大道超级版的话题互动当中，票选微博星光歌手奖，谁是星光歌王由您来定。另外电视机前的乐迷朋友也可以拿出手机登录手机百度 APP 搜索星光大道超级版，参与节目的精彩互动。那接下来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今晚的第六名，他是一位男歌手。最紧张的时候，我任吉是你吗？你觉得是你吗？不是你。今晚的第六名，他是安全的，他是今晚的补位歌手。石头，恭喜石头，恭喜石头，暂时安全。第六挺好的，本身这些人都是专业的歌手，所以不重要。我是一位男主持人，所以我比较偏心。接下来我宣布的是今晚的第三名，她是一位女歌手。江映蓉是你吗？好烦啊。子怡、金美儿、杨子怡，我觉得她很打动我，我都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我今天最让我惊讶的是杨子怡，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她唱情歌。真的很走心的，真是没想到，完全是重新让我认识了他。江映蓉给我的感觉好像在唱，在看一部歌剧一样，他的神态啊，他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简直就是融洽的不能再融洽了。我觉得今晚第三名是江映蓉。恭喜映蓉。我觉得还可以了，这不属于让我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
我觉得自己尽力去表现它了。嗯，接下来我要宣布的是今晚的第二名。我是一位男主持，我比较偏心。他是一位女歌手。现在台下还剩两位，子怡是你吗？美儿是你吗？那是王旭楼，是一位女歌手。我是男的。今晚的第二名是金美儿。上一周是第一名，今天是第二名，也不错，都是不错的成绩。我是每一场就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完整的能完成任务就可以了，今天给自己打分的话有80分吧。嗯，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公布的是今晚的第五名。他的歌声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我们很多人。恭喜旭日阳刚。没有想到还会留在这个台上。今天我发挥的不好，但是旭哥发挥的很好，这也拉了很多的分。那我这里还有今晚的第四名。今晚的第四名，他让我流泪了，恭喜杨子怡。祝贺子怡。也就是说今晚的三位女歌手全部安全。哎呀，反正就是挺高兴吧，我拿到这个成绩，我知足了。每次到这个时候我又觉得是冰火两重天了。还有三位男歌手没有知道自己的成绩，有扎西顿珠、金润吉和金童俊。那今晚的第七名是，我看一下，站在这儿，我该走了。你们俩不要这样子好吗？他姓金。吓死我了。金润吉还是金童俊呢？今晚的第七名是金童俊。祝贺金童俊。那还有两位歌手，金润吉和扎西顿珠。我很欣赏阿润哥，因为他是我的大前辈，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呢，然后就看阿里郎组合。我扎西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因为他把 Michael 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舞蹈他跳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今天扎西一定是拿第一了。今晚的冠军是金润吉。祝贺金润吉。第一金润吉的时候真是没有话可以说，我就感谢所有的歌迷，感谢所有的我的团队。嗯，本场排位结果揭晓，金童俊、扎西顿珠分列第七名和第八名，并且同为单数队，在两队总分中双数队胜出，所以扎西顿珠将被淘汰。因为金童俊和扎西顿珠同属单数队，所以抱歉扎西，我只能暂时跟你说再见。谢谢大家。我能继续拥抱吗？谢谢你扎西顿珠，谢谢你在
这几期节目当中带给我们的欢乐与感动。东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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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算一算也来这儿第七场了，然后七场里面唱了七首歌，而七首歌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那所有的观众在这个舞台上又看到我的成长和进步，自己是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扎西走，我不是每一个人走的时候我都会这么说，因为扎西他真的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欢乐，他每一首歌都会唱到我们心里去，真的扎西。而且我觉得扎西虽然是短短几期节目，但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好，作为一个主持人也好，最惊喜的是看到了你在这个舞台上的变化，你长大了。我真的觉得你成长 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在临走之前跟我们大家留下几句你内心的感慨，告诉我们你现在心里怎么想。我是觉得真的是很谢谢导演组，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我的兄弟姐妹们，特别是你，别哭了，然后特别谢谢大家。然后我觉得这个舞台让我又交了很多好朋友，我觉得我们以后还会一起的进步，大家一起来努力加油。来，用你们的方式跟兄弟告别。李玉刚、张靓颖、许巍洲、李宇春，谁将会在下周出现在星光大道超级版的舞台上？我们拭目以待。七周了，时间越长感情越深，每周朋友离开，每周有新朋友加入。其实加入的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内心，其实离开的也并没有从我们的音乐世界中离开。嗯，好的，星光大道超级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再见。我唱错了，我把冬天和春天也掉了个。我刚，我在这个舞台上最大最大的一个遗憾是我还没有亮出我的真本事。我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了音乐剧专业五年的学生，所以音乐剧 musical 才是我在自己内心最大的能力，但这个能力一直没有在这个舞台上有机会施展给大家。如果有复活赛的话，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段音乐剧选段，震撼到所有的人。最讨厌的是那个得第一名的那个人，金润奇，他说什么这个 If You 是我女朋友选的，我真的大白眼翻死他。大家都在唱爱情歌，弄得人家心痒痒的。就你听到爱情歌曲，你就觉得哎呦心跳加快，我觉得哇，那可能是我想谈恋爱了。